将超跑的流线科技以及品味透过异材质设计结合精品工艺诠释于住宅之中，打造机能与美学并具的轻奢华宅邸。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将超跑工艺移植到轻奢华时尚宅邸。我们会先介绍如何运用石材、镀钛金属与光带等精致材质，凸显极致工艺。接着解析设计师如何利用虚与实的搭配，打造空间感、美感与机能三赢设计。最后了解如何将露台与室内做结合，创造非凡品味的生活环境。玄关琥珀色石材搭配光带，由地面串联到立面与天花指引动线，光带由玄关流窜到展示柜、沙发壁墙与起居空间，呼应跑车的流线。电视墙选用毛丝金属和石材，搭配黑色铁件收边，并点缀金属灯饰。地面百搭翡绿，带有蓝绿色光泽，与电视墙石材蓝色自然裂纹相呼应。玄关屏风两侧灰玻璃，让客厅光线穿透至落尘区。书房门片转移到电视墙靠窗处，微波介质将自然光与河岸景致引入室内。廊道产生的锐角以45度切割搭配黑色金属做展示，空间变得柔和，同时也创造更宽敞的廊道空间。由玄关地面石材进入室内后，转换为带蓝绿光泽的石材，并以木质地板镶嵌镀钛收边，打造尊荣感基底，让开放式厅区能由玄关一路延展到室外露台，大幅延伸空间尺度外，也创造更舒压的生活环境。主卧以特殊纹理石材加入背灯，凸显轻奢华风格；儿子房则透过深色石材搭配浅灰墙面，并因应收藏在床位，打造客制化收纳，创造别具风格的私领域。兴业设计总监林凤安精准拿捏异材质特性，先温故找出屋主喜好，而后执行。在45平大的空间内，满足空间感、采光、机能以及品味，陪屋主一起实践心目中理想的轻奢华时尚风格宅邸。